从这个臀部要溜啊，不能臀部突出是错的啊。那右行，下来，行，下坠，蹭位，推冲，叫沿肘推扇。好，下面再延展一遍，插花接力，单凤突烧，搓腿外动，沿肘推扇，缠肘摆莲，转身勒腰，猿猴爬杆，弯弓射虎，转身老宗托钵起势，插花接力，单凤腾超，搓腿外跺，沿肘推扇，缠肘摆莲，转身勒腰，猿猴爬杆，弯弓射虎。好，收势，转身勒腰，要做的弓步的大一点啊，再做一下转身勒腰。哎，好，要用自己的外手臂和身体的转动转身勒腰啊。他的用法啊，插花一类是手向外扬啊，手外扬击打对方的肋啊，这个做的时候啊，要拖住对方的中节啊，对方那种哎呀中节，同时啊击打对方的肋啊，抓他一这个手一搭上的时候，你看这手要扬，从上向下翻扬啊，击打对方的肋，这叫插花接力。单凤腾招是压对方的手，对方手来了啊，压打，这个打的压的时候有一向外领面啊，有领点啊，领的作用啊，向外翻，上目打对方的腹部，再做一遍，然后搓腿外跺，这是插花接力，单凤腾招，搓腿外跺，这个搓腿外跺是，这是对方的手向外拧翻，中间搓腿外跺啊，这是一个隐蔽的短腿啊，搓腿跺，就是里边这个搓，外边的跺，也就是说里的脚面啊，这个我的脚的内侧是搓，脚的外侧是跺，这个切的部位切的对方的小腿。好，三个搓跺，搓腿他一腾往后跑，你看跺搓腿来的，所以说谁呢，沿肘推扇是对方双手过来的时候，比如对方扑过来或打过来，现在的当然有很多的用法，现在用沿肘推扇是从上啊，从上肘压住对方的手，向后向下使对方身体重心往前倾，同时推推扇，推的时候腰要长啊，后脚跟要蹬力，所以他推我的时候，这个力要使的是要整，所以沿肘从底下往上搓，
不是直拍，所以眼肘、两肘胜、两肘蹭肋、手摸胸，所以毛长走时候有这么讲法，叫什么？两肘蹭肋，手摸胸，打人好似虎烧身，所以这样，动作要迅速，要严谨，一定要保护自己的肋，所以对方扑过来的时候，眼肘往下下坠，同时往上攻的时候，后腿蹬立，身体向斜上冲，发力。再做一遍，对方上上来，你看，沉肘，走，是这个。知道这个用法就可以了，这是眼肘推一山，缠着把脸。